是没有完成比赛而已。不过没关系，有四位都没有完成比赛，是两位太强了，前面一二名我觉得蛮强，超厉害，现在两位都各含了两位合照，真是好。好，我们现在也来设定一下道具的部分，待会我们要来进行的是组队道具赛。这样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因为这个天气的关系呢，我们待会要先让两位的这个我们的 My Music 音乐总监呢，稍微先把我们的耳麦拆下来，然后让现场媒体朋友捕捉一下新闻画面。那同时呢，待会会让媒体朋友进行联访的部分。我们因为天后的关系，我们先把这个让联访呢，先让我们媒体朋友们把我们访问来进行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现在请两位先音乐总监先帮我们到台侧，我们先把耳麦拆下来。好。好，那我们换女生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那等我一下。再拍一下。大家好。台侧左边。哪里？台侧右边，右边。中间喽，中间。右边再一次，右边再一次。好，在那边丢一张。好，你好。好，谢谢。先联访，好，先联访。一张小粉红。还有什么？我准备拍那个。哦，要拍那个一次啊，四点。所以你还是弄一下衣服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八点这衣服。没关系啊，公司的。放松好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场因为有非常多的这个。好，来，请单位，谢谢。分享一下刚刚玩游戏的心情。很多时候那个现实跟你想的不一样，我一直以为应该是可以一发领先的，结果是处于一个不上不下，一直追不到别人的车尾灯，觉得有点，对，这是刚刚的心情。我的心情就是不是跑最后一名，太开心了。你在我最后，你在我后面是不是？对。因为我很怕我是就是第六名，就是跑最慢的那个，但好险我不是。可是他们说你好像那个平常有在玩，然后等级算高，是吗？嗯，因为 我打听了一下道具模式。哦，道具模式。哦，好。麦门低一点，讲一下玩这个游戏跟以前玩别的赛车游戏。比较不一样的地方，我觉得其实像我都玩竞速，那他玩道具，那其实我觉得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有道具吧，就是可以拿来丢人啊，然后让人家开得很不开心啊之类的。而且我觉得很特别是就是可以一边玩赛车，然后一边听歌，就是不但是我们两个音乐总监帮大家挑选的歌单，你们也可以搭配你们自己喜欢的歌，然后加入最爱场清单里面。今天挑歌有什么？你喜欢听怎样的类型的歌吗？不好意思，就是你在玩游戏的时候想要搭配什么类型？我自己玩游戏都挑，因为我也有编辑我自己的最爱歌单嘛，那我都是挑比较重节拍的歌。嗯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可能突然太，就是可能如果太抒情的话，我想说这样子没有 feel， 你知道？对。我觉得快歌是最好拿来搭配赛车的，尤其是我们两个的歌。哦，会行销，没错，好听。刚才那首《Black Fire》就是讲蛮火辣的感觉。是。那你觉得凯乐今天有辣到底？有啊，他应该是赛车界最辣的，没有第一把交椅了吧？谢谢谢谢谢谢。对吧？应该没讲错吧？本来那个今天跳恋爱泡泡糖的那件打歌服里面不是小可爱，其实本来是内衣的，可是因为公司觉得太露，所以才换成小可爱，不然本来可能可以更辣，而且会很冷耶。对。所以想说好吧，算了。那平常就是有在玩手游，那凯乐也会建议就是男生玩手游玩很久吗？像刚才觉得像就说他玩了也有三四个小时，平常一两个小时啦，一两个小时，三四个小时很久耶。我觉得没关系，也可以一起玩啊。而且我觉得极速领域它每一局都几分钟而已，对，很方便。
就像人会有期待，就是可能 maybe 就以后跟另一半一起玩啊什么之类的，还是就通常都自己沉浸在自己的手上。我至今还没有看过有人的另外一半会跟他玩手游了，我真的没有看过。对，通常他们都会说，就是哪个女生可以愿意跟你一起打电动，这个女生 OK 可以。对，哦，这是一个加分的标准。我后来发现很多人会加这个分。哦，真的？嗯，我可以跟我的另外一半一起玩手游。嗯、哇，他加分了。那会不会就是说，因为大家都很会玩嘛，就是会不会因为谁第一名什么所以吵架嘛？应该不会吧？我觉得还好。对啊，游戏而已嘛。嗯。两个人真实生活开车技术不好。对啊，我就正常一般一般的。啊，我就是超级烂，就是我有到超级烂。刚考上驾照的时候，我载我的友人，然后我就一直开上安全岛，然后他们就觉得你开上安全岛，对，然后他们就建议我不要开车，所以我后来我就再也没开车了。不然其实我是有驾照的，你愿意让我载你吗？哇，没有开上安全岛很硬派耶，这真的吗？对啊，所以路人是会有危险。对啊，这样很多人会有危险呢。我就是因为顾及路人的安全，所以才选择不开车。这个，谢谢，好，谢谢各位。